Hey, boss. Hey, 刚刚大只哦。那你这个应该是我那天看到的。你其实好像咬了。哎呦，螃蟹啊，螃蟹叫！螃蟹叫！我这样不能养在这里，它在哪里？哇！怎么这样快啊？地上又很滑，没有很快啊。你去哪里？小子的，不要瞎出来了。我还不要出来了，我还是说明一下。你去，你吃掉，今天怎么样？你走，我不会要害你的，你赶紧走。再一次回来一次，等一下，我先弄。出，啊，坐。好，分。下面。拜拜。走远一点。只能一个人出去买菜，你看，好像阿伯这样，拍这样的照片。他跟我说关灯，然后手里两块去洗头。Happy New Year！ Happy New Year！ 然后没有就拍了。来留恋一下最后的头发。嘿嘿，看到没？呜哇，又没了，剪掉了。1、2、3、4，第一次有这样长，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。以前不会的，可能这是第一次这样长，所以就有一点，再留过吧。初一初二不能剪嘛，现在初三了，剪了可以变成富裕人家。坐下，一二三，好像没有多不舍得，这样直接一刀就剪了哟。然后这个要干嘛呢？要拿去烧掉，征服猫咪，处比较像是粉刷。拿去烧掉，哇！本来在这里，现在在这里，哇！看一下，有没有人烧的那头发？哇！吓死我！我怕，掉了没？烧了几次？哦。烧完吗？哇，好像那个什么味道，你知道吗？烧金子的味道。然后就这样，它都没有烧完了，是不是烧的意思吧？可能。这样罢了。不用，你的脑装什么了？现在没有脑了。哦，我想起来是什么味道，好像烧蚊子、烧苍蝇那个味道这样。可以了吧？一个意思了。OK， 就这样。祝我们越来越好运，富裕人家就是这样来的。吐。
你都不敢脱臼哦。奉劝大家，如果不舒服，不要吃 cheese， 因为吃了吐了，最后还会有那个 cheese 的味道。我哪里知道这么吐到这样？这次吐的感觉跟之前不一样。我不懂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喝水喝水喝水，所以它吐出来很像是冲出来。然后因为每次吐不是鼻子跟喉咙会有那个吐的那个味道，很恶心，一直叼着。可是今天这个就没有。有了，龙宝宝。有个屁啊！有也不是吐到这样啊，这个明显就是不舒服。笑。他讲初三不可以吃饭哦，所以现在过十二点了就可以吃饭了哇。现在年初四咁嘅样。不。我得年初四咁嘅样。你看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咳嗽啊，不是有了咧，就是有了。有什么有？有病。给他过当水喝这样。昨天才买的，300ml。有钱人的玩具，穷鬼子可以看。我们就在上面看，下面好多人啊！刚才更多，刚才更多。哎呦！哎呦！自己走走吧，慢慢好不好？慢慢，小宝。哎，no。慢慢 OK 吗？可以吗？爸爸超新鲜，休息一下又继续走。等等啊，其实我超级不理解为什么可以用到这样，然后因为太久没有擦了，所以最多我只能跟它擦到这样吧。然后那个就是上面一条白白的，就是洗比较肮脏的地方，可是因为它被盖着很久了，所以它还是白的。那拍 video 就这样咯，要有黏哦，没有黏的话好像就会比较暗，也还好。红拉伯嘞，晚上的话真的是不知道会暗到什么样子，没有坐几下又起来了。够了，宝贝，走了。干嘛？怕我们不要带你回啊？啊？你怕你一个人睡在这边了？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叫我起来，站住！不，新的枕头哎。怎么办？还有两天，明天就搬了，这里一点进展都没有，我也不会了。尤其是厨房的东西，更加不懂得怎样去收。有玻璃的一定要用我们的车自己载，因为我妹妹试过叫萝莉，然后坏掉，但是是微波炉啊。哇，烧肉、螃蟹、鱼，今天一定要吃完，不然明天搬了的话还要带买这些。所以今天一定要吃的。哇！这个是饼干的。
色素。哇，烧。嗯。嗯。哦，别人不是这样的，在我这边奇怪去。不顺是吗？哦，是我不够力啊。哎，这么大块皮。哦，原来主播。主播啊，看、okay。哇，那个是肥肉。哇。那个另外一个。很烧，很烧。现在讲话有回音，爸爸，你一个人在这里等我们好啊？反正人气没有这样快，全部给我放飞机，打阵仗。这些全部没有地方包人，全部只能等下自己拿。那个罗里他跟我讲，我现在才到工厂啊，我还要再上货还是下货啊？他跟我讲，等下再来啊，我放了个三个库里给他。跟我讲，不要哭，我会来的。我讲不要哭，你知道我几号不进的吗？是吧？我应该两个礼拜前我都不进了咯、然后我不进的是早上八点哦，现在已经十二点了哦，还没有来哦。十二点了没？十一点半。上飞机。他的评价是什么？On time, on time, on time。其实我觉得他是 on time 的，只是他那个忘记了。最后一绕了，最后一绕了，就快要结束了。张全新的家，真的呢？有什么法子？它太长了。垃圾桶！垃圾桶！垃圾桶！哪里有垃圾桶？很大的阻力嘞！我还以为有垃圾桶。很大的阻力。买明买的，来正式的说再见啦、啊！这个为什么会锁哎？你知道你锁的？我没有锁。没有。我没有锁。我们还有一个锁在这里。手、so, 嗨，此时此刻五点了，早上五点了，我们才要去，在这里冲凉，好爽，出不来，我一年没有冲热水澡了。哦，关窗射他热水器。给你自己穷笑呢，对不对？穷笑呢，穷笑呢，遇到我你算是。什么踢到钢板呢？我们好像每一次搬家第一天，我们都要回来这边睡。嘿嘿，我们回来啦，东西是多到有点不像话，还多啦。大家，我们好白痴哦！看看这个，因为这些，是不是这个嘛？不是这个，那个粉。我丢了那个粉。我们在那边看，没有液体哦。其实我觉得是要清空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清空，然后就留到了那个粉在里面，然后呢，它就倒来倒去，倒来倒去，有些东西又冷嘛，冷它就变成水，然后，唉，现在清整个冰箱了咯，爽了咯，撕掉这个纸，一年两可以撕啊。搬新家最重要就是安置好窗，然后窗帘我们只有两个，还有两个孔洞，外面可以看得到进来。这个不是我们那个棍直接咻过去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多两个窗帘布。